山西省和顺县，昨天晚上在高速公路上，只有一格油了，途经大寨服务区，竟然加油站倒闭关门，所以呢就到了和顺县，住在这个玉福酒店，住了一晚上，70块钱人民币。我的摩托啊就停在酒店门口。 顺县进入左权县。
全县城
画廊。
导航走，给我导到人家挖煤的矿区来了。 Beep.
县城。
家乡，河南济源，河南济源市区。